今天做一个炒凉粉，把凉粉先切开，把凉粉切成块，块适当的大一点。在炒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会缩。凉粉切成方块，把它肉的肉粒下锅炒香。下姜末，现在肉粒变了颜色，把配菜下去。配菜炒熟以后，再放凉粉，适当的加酱油。这样把菜和凉粉搅匀，大块再切一下，给它切小，切均匀，让它受热比较均匀，这样在锅里焖一会儿，大概焖个4分钟。好，4分钟到了，尝了一下，菜已经软了，最后把炒鸡蛋放下去，给它搅匀。这个颜色比较淡，因为我用的是生抽，如果要是想加色呢，再用一点老抽，咸淡正好。这样炒凉粉就做好了。这又是烟雨蒙蒙的一天开始了，让我有一天的好心情。